美联物业 Linda 鲗鱼涌区嘅，今日我哋嚟介绍咧逸尔居，咁我哋嚟望一望佢入边嘅设施同埋周围嘅环境。今日嚟介绍呢个单位咧，实用面积咧就850尺，建筑面积咧成1046尺嘅。咁呢度咧系入口啦、饭厅、客厅、厨房，超大型嘅厨房，好新净。有埋洗衣机啦、雪柜啦。装修非常之靓。第一间房，咁咧呢边咧都可以放4尺乘6尺嘅床嘅，两边落床。呢间咧系主人套房啦，第三间房。咁咧，見呢個環境呢度咧，就對自己有一個泳池。好大嘅衣櫃，三邊落床。呢個主人套房入邊嘅洗手間。呢個咧就第二個就係客廁啦。三房嚟嘅，三房加一个公人房。